听演唱会，这体育场旁边计程车排班，准备要载客。空拍机，哦，这计程车，计程车队排得好长哦，大排长龙。等一下可能快结束了，这计程车在排队，陆陆续续都有人离开啊，在排队等着要载客。这是一个生活圈呢，算是生态。这演唱会周边哦，都还是有一些人在营生啊。计程车载客哦，是一种营生啊，谋生啊。为了生计啊，还要大排长龙。这边。